来，我们主线又可以继续了，所以你看一下，我们这边是全新的场景。这就是本尊，最近先玩本尊哦，因为本尊的主线又可以开戏啊。啊，卡关掉，按开来升那个灵魂技巧。按卡关开升分身啊，哦，就像你跌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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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跌，我牵着你的心上。诶，虚拟大盘与这个呢，三个拢讲过啊，所以这个呢，虚拟大转盘 pass。哦，这个虚拟大转攻击级，靠恁看好啊！等我一下，能刷新吗？啊，无得刷新，赶快一条 PVP 互恁看好啊！陈克杰，然后今仔日这级的话，应该继续神秘的物件吧？哦，应该没问题吧？欸，你们要看一下吗？天哪，我居然赢了！这边呢，这个一根什么？全身啊，靠背哦，结果他全部退回来了，小妖啊，就刚背包爆满了，感觉每次在弄的都是这些东西啊。哇操，这还得了？啊，搁卡住啊！哦，我这游戏真正是一顿粗霸呢哦，哈哈，够含的啦！我唔是卡巅峰100吗？然后怪即马改两卡巅峰101，笑伊啊笑伊啊！继续慢慢忍好啊，主要是跟着大家的进度在跑，因为大家练越快的话，我们也升得快，至少可以找更多吧？对啊。好，现在讲到哪里？好，再讲黑岩巨像。那黑岩巨像的部分的话呢，那它是在第一，它在这边哦。那这次的部分的话，我们看一下后面的样子。哦，后面一个用石头人的尾巴吧。那比较重要的地方就是说呢，它是我们的这个首领哦，力大无穷，被派来镇守神庙的。哦，一样可以去打他。